professor. Used to be head of research for the army. 3 doctorates. Overconfident Paul, vain sociopath, tedious egomaniac, control freak, geneticist, 松马伟是谁？weapons development engineer, 松辫子是谁？ But definitely not a people person. 好像是我。 Accused of espionage. 还有一个头套猥亵人，我跟你讲，他很久没把我头套拿掉。 他角色脸真的是很长得很那个，所以我都戴着面具，是蓝椒仪哦，蓝椒的脸，蓝椒的脸。干什么啦？这很难呢。有你们这些，可是我6点多要去跟奈奈他们吃饭，不用去啊。 好啦，开到你吃饭为止吧。觉得不会那么顺利啊！拜托你们那么 carry K 个小 K， 可能最后要救的时候是要死好几次啊。最后啊，反正已经最后啦。哎，等下，从头开始吗？对啊。操！没有，前四个都还算。哎，你不是跟我讲说抢最后一个而已？ 我说我之前弄到最后一个，干嘛？之前干，你的脸怎么那么贱啊？谁啦？你呀？为什么你的脸？我让我想到一个人啊！哇，这个人很熟悉，为什么那个脸？你是我的那个死掉的。脸怎么看起来那么香啊？是啊，他的脸我好像有看过。在旁边等你，等你他。把他选第一个。你好丑。 谢谢。看到阿飞的脸，对不对？真的很逼急啊！马丑死了，哭能吧？然后开窟窿嘛，就好了。哎，你们开台不知道上去或下去或……没有人会进来啦，拖多久没人来了？对呀，然后就骂他。来帮我改个标题嘛，房间名字改一下。不能，改不动，对不起。你们有权限哦。我被把人，我被把人。 都废啊！为什么你被拔了？你自己离开的对不对？什么？哎，你没有用那个客制化哈？对，我忘记提醒他了。没关系啊，开个窟窿嘛，其实都没事。哇，惨辣辣的！能看吗？感谢叔叔续订。 哎，我声音太小是不是？那这没办法，可是我声音最大嘞。我改一下建立频道语音编辑。啊，你要开飞机吗？严肖，开。你们敢坐我就敢开啊。白痴哦，只有你自己开啦。哦，对，那我过去。那我过去。嗯，你会过来吗？你按对我之后，按到。 地面小组按加入就好了。哼，害我要重新换衣服。<笑>啊，穿怎么样你都长一样啊！干<笑>，这样的吗？你到底想不想过啊你？我想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<笑>哦，好帅哦，这个，谢谢。你试试吧。 好了，就准备吧。阿贝，你干嘛？我在送我的头罩。哎，你的脸真的好贱哦，颜笑哦。干，那你贱啊？不是，你的脸是一脸很贱的脸，阿贝是一脸很北蓝的脸，不一样。干，这是阿贝的骷髅吗？没。干，我看到有人在偷拿我的骷髅马了。快啦！好，我要进去。 干，为什么不让我上？哎、欸，你们<笑>上车啊！为什么按不了 F？ 另外一边。天啦！哎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没有好友？你是不是？哦，干！我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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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改。好，你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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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那么想开，你自己开，你自己开，你自己开。没有，没有，那我来，哎，哥，不要开车，我不要开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怎么办？下车啊！ 我在帮你做效果哎、欸。
我有被路人抢过车的经验吗？等下靠，你这台车是没改过啊？能改的我都改了，但是假的，我总觉得有点难开啊。啊，那应该没有超过路测。啊，因为转弯好难转哦。哎，因为他没有，也像没有过啊，所以不能跳过。要所有人都，我都走去医院。 医院的路我知道。跟着黄色走。等等，我这不是断线了？我干，为什么我下车了？要炸的那台。妈的，你干嘛？不是，是不是想断线了？对，你断了，直接失败。 我们都还没开始呢，然后回自由模式了。对啊。唉，今天就到这边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都是因为有个人要出去吃饭呢。这网络也太烂了吧！前阵子跟他们讲明明就好好的。 你的前阵子是多久啊？两个月前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前几天被 Windows 更新坑到了。我操 ！Windows 现在的，竟然在这个位置。哎，这个是，嘿，严笑，好可怜哦，我的车在哪？你的车在隔壁吧，在上面的隔壁，要跳过去。我的是在那边的，那你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好像在上面呢，我怎么上去啊？爬上去啊，不然呢？从左边啊。还好我已经。我看到你了，你的车在下面呢，爬下去吧。笑。 笑，你是在跑的那个吗？对，他是。啊，不是哦，他在桥底下，不是我，是我。<笑>你是不是炸他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炸他，我炸早就炸了。<笑>我听到，早就炸过我了，好吗？<笑>跑吧，女孩，快跑！<笑>小女孩，你跑哪去啊，小女孩？ 街头表演走了啊！我追到了哦，你快被我追上喽！别这样啊，怎么听到对待我呢？啊？你啊？有没有听到我来的声音啊？听到钱的声音啊，飞弹很。就听到哔哔哔的声音吗？没有，这不会哔哔哔啊。可以啊，路人可以的。我回来啦！你要把飞弹瞄准的那个调成对陌生的就可以了。 没有啊，还想去山路啊！我刚才在你旁边，你知道我会飞吗？<笑>你知道我在飞吗？<笑>看警察都来追你了，在做坏事啊！敢追你的好吗，垃圾？哇，你完蛋了你！垃圾，我还杀垃圾。垃圾，你在哪？垃圾。 <笑>你走在这个位置啊？干那个东西是怎么来的？<笑>你走出不去啊！你<笑>好远啊！你要去停车场了啦，你过来。<笑>我不要干你吗？<笑>好凶啊！<笑>超凶哎、欸！你走在那边睡觉啊？ 哇，粘蛋哦！感应是地雷哦！可是他在飞，他怎么？太扯！等一下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刚刚，你之前粘蛋哦。你有什么话要讲？我杀了垃圾。有。
不是，那个啊，我要那连弹。我刚刚是扔感应式地雷，而且我也没扔到你。而且刚刚爆炸，爆炸好像不是我害你的、欸，操！哎、欸，好了、欸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对了，我的车在哪？你车还在吗？你的车爆了吗？不知道，我没收到破坏通知啊。那应该是还在的。这里啊，我看在这里啊。哎、欸，我看，可是我看它烧起来、欸，哎，啊，拜拜，这台借你啊，112块，这台借你啊，你看，如果我杀你的话，我炸到你的东西的话，你的就那个啦，哎、欸，再给你开回去啊，哎、欸，你追错人了啦，哎、欸，这台，可是追到我，再给你开回去啊，他中的哦，你没有干嘛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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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在看保险，不收费。算了，你好棒，你打我这台我太你回去了，你先等你开开完好久。可以啦，我看到我的车的图案。小王八蛋，有懂露头啊？们偷狙我。哦，还有教主是那教主是有热感的，所以是看得到的。哎、欸，热感按什么取消掉一吗？哦哟，我还没研发，所以我这有没有用过？嗯，是飞错地方了。哇，你还没狙到、哦，你也真是神哎、欸！元宵，你有收到那个吗？嗯，莱斯特给你的那个。过来呀、啊！他给我什么？他应该会有时候，你看你讯息里面看有没有莱斯特说什么抢劫继续什么？继续抢劫任务准备。对对，接进去就可以，就可以直接到你的公寓了。有吗？然后有我在高空的。在干嘛？啊，然后你按。你不要按任务，你就按 ESC 取消，然后把我们要到你的公寓就好了。这爆炸是我在空那台无辜的直升机。说什么按取消？按 ESC 我的制造厂怎么了？啊，被抢了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我第一次遇到这状况哎。应该是说，算是说，就算有安装保全，也没不一定。100%安全。阿贝在哪？真的？你怎么上车的？我不知道，你就在我旁边。等一下啦，我制造厂怎么了啦？干，别管了啦，来抢劫啦！走啊，赶快啊！你腰都没啊？我腰了。没看到你腰啊？没有啊。你说谎、哦、啊？我是说你腰，你没有腰了？你要先跳开任务，你要先跳开任务。有，进来了，我进来了。因为我想说直接在公寓就好了。为什么有？哦，我来了。我来了啦。前往制造厂。喂，没有，我不想。嘿、欸、对不起，我没有发现。拜拜。你看，我就说打标题也没有用，还是会有人进来啊。就是有一种小白目啊，世界才那么不和平，干暑假大。干，你看我就说。好啦，我怕大家太想我，要冒出来一下下。哎。啊？我想抢劫，没有救我。干，我们从一点就开始在找人了，你去看一下赖群跟东西。我们从一点就开始找哦。对。没有救哈。没有救。哎呀。我觉得很快就可以换你上场了，如果我这断线的话。好啊、哦，可以。那我开飞机好了。不是啊，地面小组是哪里？他就过来了。哦，好好，你那么主动哦。
因为台北蛮轻松就是了。主动的有糖吃啊。哇，辣哦。屌哦。可是没有勾啊。你有哦，你有哦，大雁，你有吗？他一定没有，连身高都没有，你还要勾？我操你，这个就不对了，这个就不对了。好，我要开我自己的。不，我们各装各的吧。奇怪，我的车在那开车，他被炸了吧？我好像有。那台蓝色是谁的？我的、啊。我明明就跟着上。要不要我上去？真的，为什么我是摩托车啊？你自己看，你等刚才是选什么啊？我刚才好像忘记换了、欸。我现在上车子都是点安全带、欸。完蛋了！手按着 K， 系好安全带。个人载具。你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抢劫啊！哦，抢飞机！抢飞机！哎、欸，你玩到第几章？你有抢过劫啊？还抢？有。抢我有。你是抢第一章不算哦。第一章是什么？抢就骷髅马解锁全副银行。那个抢完了，我们上次去抢那个监狱。水里对我说监狱对不对？你想起什么？我也想起来了。你还没打我吗？然后还有。杰超带我去抢那个不知道什么鬼，监狱啊，就监狱啊，好是哦，好是哦，对不起。来，我们到医院了，我超熟这里的。干嘛？不是说到医院了吗？你走不走？不走，用走的、啊。宝贝，你可以下车了。我的这一侧你刚上来，另外一侧他下车了。所以我想说，不是说去医院的吗？到啦！你们脸真的很丑、欸。我那个近看，监狱还没把。什么东西？你说你很丑？我说阿飞啦。阿飞那角色不知道为什么脸可以尖成这样，超恶心的哎、欸。我当时只是随便捏。你的气色超差哎、欸。这只是熬夜太久而已。你确定是太久而已吗？连肝都不见了。还有没睡饱？啊？没睡饱？我好困啊！你那盒子没睡饱啊？这台比救护车还慢、欸。嗯，这台不是算跑车吗？那、啊、算了，是吗？谁？什么车？库马是跑车哦、喔，是吗？没有，他是勉强算啊，但是你要硬要算那种高级跑车的话，那就不是了。他也是跑车，但是哦 ，B 档的跑车，他就不是像那个什么，就跑车跟超级跑车啊，对啊。价钱也是不一样的。这台如果没有改变成库洛马的话，那种改装的话，其实还蛮便宜。有推荐的轮胎吗？啊，防弹。赛车很容易打滑哎、欸。防弹轮胎啊，不是必备的。防弹不是啊，他是说轮胎的样式啊，不是有分那个什么运动啊、越野啊、登山啊。对啊。我都好像是越野。我好像登山哎、欸。不行，我去拿个麦，等一下啊。喂。要开两台车的。嗯。没有对比，没有伤害。是这样吗？算了，等一下。哦，所以你开得很好。恭喜你来啊。没有，我说你开得很好。你来啊！你来啊！那么厉害，你来啊！还是有你想开车吗？不，你看到那个月亮吗？它好漂亮、哦。到底是想不想解啊？想。想孩子叮，孩子该。哎、欸，高尔夫球车。
果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所以你到底想不想抢啊？想。我回来了。哎呦。开枪吧。你才废物嘞。我看过那么可爱的废物吗？可爱是等一下，白痴，我就我就。